我操！他妈的又开始搞内鬼了！我操，这逼！我来救你了，后面！哇！我盯住一万哥兄弟，还可以，你们玩一下才真挺好玩，去体验一下。 给你们来把人皇胶血，包里只要拿钩子和血妖，回家把这一脚，把这一脚直接开格子。哎，钩子逃命，然后捡个奖，然后继续他妈的捡。 十个银魂，搜完了，直接去交三号。9000直接他妈的7把刀，我操！你在几号啊？我在一号。他妈的，直接干你啊，行不行？先解决他们。 白城鬼，人皇懂不懂？我操！我直接买个缓冲伞，他妈的怎么样？操你妈的！再飞一下，再飞一下！不敢出去。再飞。竟如此怕冷。 再飞一下，再飞一下，又少了一个敌人。他来了呀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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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完
你妈的，装逼！人皇，我操！又少了一个敌人。无妨，已经习惯敌人。我两万多，我消费一下我先。魂玉福袋吧，直接。凤凰羽，我操！长剑不让买了。我得留八千。OK， 长剑来了。直接他妈的干，我操！干我兄弟是吧？干我兄弟！为什么不掉血？又是我！我狩猎，这是你自己。我再买。先交了，我抽，你为什么不掉血啊？我买了药啊，妈的，来，来，进牛不足以不足。哎，又是我抽！完了，他妈踩夹子了！我操，我不能死啊！好肥！我他妈包里好多东西啊！我操，受不了了！药效过了呀！好惨，冷静起来。就差一两个了。牛逼！我抽赢了。
人皇，懂不懂？懂不懂人皇？我操！好人能赢啊！牛。